家平安。我要恭祝那个非常非常棒的，就是恩惠之家35岁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太棒了，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聚在一起，不单只是享用桌面上的食物，我们也有这个机会来行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晚上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也是要来凑凑热闹，要唱两首歌。第一首歌是我自弹自唱的英文歌曲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， 第一首歌。那么第二首歌我等一下我再做介绍，有没有掌声呢？谢谢。你不要多问，你写就对了。那么我就顺服，我就写了这一首《行善的生命》。当我在写的过程，大家都知道，在 MCO lockdown 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举什么旗呀、啊？白旗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还有一些的儿童院啊、老人院啊、残障中心等等等等，都非常非常的需要赞助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少人可以出来协助他们。那么我就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人的爱，因为爱是从哪里来？是的，爱是从神而来。现在呢，我要演唱这一首歌《行善的生命》。我们行善，上帝喜悦我们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来，给我一个拍手吗？
想你想你，我要想你不会真。来吧派泽，我们一起来活出形象的生命，阿们呢、啊、Man。 远远的地球住着不同的族群，每一颗跳舞的心都有善意在原地，在这茫茫人海里，生命从天观察地，观察你我的心意，是否知道人自处相分析，他总会沉溺开启平安人，从分对立提高雄发展，他从黑暗里献出他的光，点燃爱的心，走在心上的他总会沉溺开启平安人，从分对立提高雄发展，他从罪恶里点燃救恩的心，深深你唯有上帝看为真。我听你们手，他总会沉溺开启平安人，从分对立提高雄发展，他从黑暗里献出他的光，点燃爱的心，走在心上的他总会